没有呢，刚才喝了一口水而已。看到你的照片感觉很口渴。又口渴了，又口干舌燥了。怎么又是中单男腔呢？怎么现在中单男腔这么火热？中单男腔，什么英雄比较克制中单男腔呢？我觉得我的石头人可以申请一战。哎，石头人被搬了，可以。我觉得你玩什么英雄都很强，没事。小爷这么会讲话吗？啊，真的，就你现在在我心中是最强的。这么狠。你觉得我长得还行吗？我觉得长得挺好看的呀。这样子啊，那可以给我介绍点顾客吗？介绍点顾客啊。对。我想要一个人独自享用，怎么样？那也不是不行。真的吗？真的假的？哎，我觉得你声音像一个人。哎，像我声音不像人，像一只狗吗？不是，真的真的真的像一个人。像，你知道像谁吗？像谁？像我的男人。我靠，你好恶心。什么？你好恶心啊，小野。哎呀，这讲真的、哦、我觉得真的好熟悉啊，是不是在哪里见过你啊？在哪里见过？我咋知道你见谁？你见过你啊？在吗？哎呦操，我刀呢。你不要逼我动手啊，再过来的话我再过来我动手了，小野。我怎么？你是不是试图把我恶心死，然后继承我的魔蚁花呗？啊？看来还蛮有钱的，还要继承你的蚂蚁花呗。你是不是试图想恶心死我，然后继承我的蚂蚁花呗？开眼难过吗？我怎么想你死呢？你是我心上人，怎么想你死呢？你怎么天天搞土味情话呢，小姐？啊？那。你不喜欢对你说情话，难道你喜欢骂你的吗？喜欢骂我，那肯定不喜欢骂我的呀。啊，那骂你又不喜欢，跟你说情话又不喜欢，那你喜欢啥呀？就你这么会撩人，应该早就有对象了呀。啊，还而且你长得也挺好看的。没有，你跟我说没有对象，那只能说明你是个渣女，在钓鱼。你是不是想钓鱼？啊？没有啊，我不，我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人。你还如果这个渣女一般都这么说，没有安全感。你有啥安全感呢？不是这样，你啊。哎，我很好奇，你们这个要安全感，安全感是啥呀？什么叫安全感？安全感就是啊，我找他随时能找得到，不搞失踪的那种。哦，不搞失踪。哦，你以前的对象搞失踪是吧？对呀、啊，我就很不喜欢那种，找不到人了那种，我就很担心。哦、然后真的吗？就睡不着，你知道吧？睡眠不好、睡不着。这个男枪是上一把男枪吗？这男枪，你记得上一把男枪叫什么 ID 吗？你帮我看一下，小姐。我看一下。我现在在对线，无法跟他深入交流。好像是，好像不是。好像是，你看一下不就行了吗？我的他名字叫什么？我的第六人，是吗？对呀、啊。可能是吧。我确实很喜欢。是呀。哎呀，我上一把关注。哎，关注都在你那了，我哪有时间去看其他男人啊？这男枪玩的不太行，怎么还玩男枪呢？这个人啊，我吐了。我感觉我打他好费劲呢。没事，慢慢来。哎呦，好费劲，打他确实很难打，但是不是说不能打。我估计他也没想到会再次遇到你，等一下又再次秀了、我跟你讲。给我秀啊！别急 啊，他只是迟早的事，他马上就要死了，我先回家一下。
算吧，男枪的 ID 我看一下叫什么 ID 啊，丑一啊，我非常的好奇。嗯，叫做哦，不是，不对呀、啊，不是同一个人呢。上马男枪，上马男枪也是带，怎么现在这个中路流行带迅捷步伐吗？不是带征服者吗？怎么带迅捷步伐了？漂亮，下路有机会吗？来来来，帮你gank一下。下路兵线往里面退了，算了，那个辅助去放眼了。他们应该，哎呀，蜘蛛。哎呀！哎，摔你 ，Q 你 ，A 你。我被抓了，要是……哎，漂亮，好脚法，绿银布。可以啊。旋风斩，漂亮。哎，牛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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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到位啊！你们下路也很到位啊，你这把玩的是什么英雄啊？光辉，木刚才被禁了。嗯，你这把玩的是光辉女郎。用我的光辉照耀着你。嗯，是我的目的。你知道为什么喜欢跟 Sarah 玩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可以学英语啊。学英语？对啊，给你学。教你一下英语，好吧？溜了，俺们先回家一下，有点危险。嗯。可以啊，这伊泽瑞尔有点东西啊。可以啊，及时给他上盾了。咱们家 ADC 玩的还可以啊，有一说一。不过他这个血这么残，有点危险。嗯，小姐姐不跟我聊聊你的一些、东西吗？嗯，我给哎，不是，我刚刚要给你说教你英语来着的呢。教我英语？为什么要教我英语呢？教你英语，让你知道，就是 Siri 可以教你学英语啊。我为什么要学英语呢？我又不出国，我为什么要学英语呢？嗯，多一个技能傍身啊！我又不出国，我在中国，它不香吗？嗯，啊，猎鹰部，再见了，朋友。哎 ，A 我就到位了，哦，旋风斩。啊，旋风斩！啊，你跑了，让子弹再跑一会儿。老板，你要不要听啊？给你听一下。旋风斩。看什么？嗯。给你听一下，学英语啊。学英语啊。对啊。好，那你说。嗯。哎，等一下，下午打起来了。稍等啊！啊，可以，到位。哎呀，差一点！哎，可以、啊、这个。男枪去你下了啊！可能去你下了。Hey Siri， 英语用英语说。他用英语他这么说。学到了吗？你这个我吐了，有点东西啊。正好让你学一下英语。嗯，怎么说？哎，所以真的还挺好玩的。旋风斩，
听说你跟我说我的狼不够，那你错了呀，我的狼可够了呀，老弟。嗯，溜了。嗯，哎呦，我还差一点变身了呀，我还差一点点我就变身了，我一变身我就无敌了呀。嗯，像你在比心做多久了？比心的话有，哎呦，嗯，有一年多了。有一年多？对啊。现在你有多少粉丝啊？嗯，1000来个吧。才1000来个，这么点？对啊，不好涨啊。为什么不好涨粉呢？哎呀，我没了。变身了呀，无敌了呀！变身，这凯隐变身也太帅了吧！嗯，你才1000多个粉丝啊！真是接单很难啊，比心竞争力太大了。对呀，趁着年轻嘛，赶紧找个班上一下。干了一年才1000多，说明这个不太适合了。不选择找个班上一下吗？就平时啊，涨粉比较难，所以就，而且接待比较难，就会想说要不要开个直播什么的。开直播？你长这么好看，不开直播浪费了啊，小姐姐。但开直播才涨那么一点点粉丝。完了，我也是被抓了。哦，你还开直播是吧？嗯嗯，之前播了一下。之前播什么人？没什么人看是吧？对呀。那咋办呢？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要坚持的吧，可能。坚持，别坚持了。对啊。赶紧找个班上一下吧，不要想这，不要天天想这种有的没的。嗯。就。也自己我也不是没事情干，就是自己不是跟朋友也开了个店吗？哦，开店相当于，对啊。哦，就因为如果上班的话，我就没空顾我那个店的事情了。我在比心上直播，那不是一般主播是都是从小主播播到大主播的吗？哪有一开始播就哦，然后就好多人看。那也是哦，那确实是这样的。对啊，挺好。而且我到时候可以学一学唱歌啊，跳舞啊。跳舞？哎，你可以发我一张全身照片，我瞅瞅你看看你适不适合跳舞。我来看看你的这个形体怎么样。下午来人。嗯。可以，等一下。因为我经常会看一些直播，所以说作为观众。还是非常有发言权的。我们一直也好强啊，不过没有老板强。你敢一过来，我就要你命3000。我打完这把发给你吧，好吧？不然等下切出去我死了。好，好。来了，老弟，来个回旋踢。好，石头人来了呀！烈焰步进入你的身体，我又出来了。哎，犯病了！我好，这一波讲道理，我的 W 应该可以打到塔呀。错了哥，错了哥，还来啊？还来我就不客气了，再来的话我就必须要动手了啊！他还要过来搞我，哎，我们可以来中路了。你们下路我记得是优势啊，他们怎么来中路了？啊、下路塔没了。老板，你觉得你自己有没有缺点啊？我的缺点啊，
对啊。我没有缺点。你没有。男人要自信一点嘛，有啥缺点？来呀，人呢？我觉得人呢还是有缺点的。我就有缺点。你有啥缺点？我的缺点就是啊，缺点你。哎呀，你这个土味情话老是搞得我猝不及防。就是要在你毫无准备的时候，才会让你有心动的感觉啊！就你有准备好了，那你还心动什么？你这个谁顶得住啊？你这个土味情话搞得我。受不了你，网恋吗？网恋地，网恋，你那个图片，感觉那个三张图片，感觉都不是三个人，感觉，到底哪一个是你啊？不是啊，我风格很百变的，就什么风格都可以啊。你是 Tara 吗？还风格百变的你？来，给我多发几张，我瞅一眼。你就没听到，就没听过，没听说过一句话吗？就女人是万、啊、是善变的，对，那女人也是百变的。女人是善变的。对啊。哦，这人想干嘛？想开我？就我这个血量，我就足以秒杀你。上网不网恋，纯属浪费电。等一下啊！选我。哎，他还不走，你还不走啊？那你死了。他老是有意义，太烦了呀！这个人怎么有意义的呢？听说你说我。蓝不够，现在我蓝够不够了？蓝枪，给你戒戒网瘾，来个三速血。这蓝枪说我蓝不够，有点意思啊。他都吐了，对吧？还可以吧？老板，你大事啊？啊，没有，怎么了？可以，怎么了？我说你啊，大学学什么专业的？我大学学的是金融管理。金融管理？对，金融管理。因为你知道为什么我大学学这个专业吗？因为感觉听起来好像很逼格很高，懂吗？金融管理好像听起来确实。那你听起来读的书啊？我在杭州读的呀。杭州读的啊？对。杭州什么学校？杭州舟山呢？啊？什么？舟山呢？没听过吗？舟山吗？舟山，对呀。舟山那不是宁波的吗？舟山怎么是宁波的呢？浙江舟山，浙江舟山，怎么是宁波呢？这我们很近啊。很近，你哪里的？我大学在宁波读的。错了，哥，大胆！来了！超我先溜了，我 OB 一下，别怕，我 OB 一下 ，OB 一下。哎，还追啊？再追不客气了，吃个屎！你不郑州的吗，小爷爷？你哪里的？没有，我宁波的。我操！我来了！哎，我进入你的身体了。醉翁之意不在酒啊！我在宁波读的，读的工商管理啊，和你这个专业挺像的。你宁波的？对啊。那还可以啊，是不是很近啊？是挺近的呀。但是你这样的小姐姐我见多了，在网络上里面跟我聊得很 happy 啊。如果真的线下，那很特高了。好吧，没有啊，就跟我网恋啊，今天网恋，明天崩线、啊。你别扯了啊！是不是我的身份被暴露了？什么身份？啊，没有，我以为我的身份被暴露了。你有什么身份？
我其实没啥身份，我是一个没啥身份。你卖增高鞋垫的身份是吧？我是创业的大学生创业，怎么了？羡慕。羡慕？这有好巧，这有啥羡慕的？像你不是也在开店吗？开那个美容店，你那个美容店投资多少钱？啊？哎呀，没了，投资了，投资了十几万吧。你这十几万哪里来的？十几万，以前就是工作钱赚的呀。以前做什么工作了？就以前就做销售，卖车卖房这种。哦，销售，一般那种颜值高的都第一会想到的是销售，怪不得你颜值很高。我之前也干过销售，毫不夸张跟你这么说。进入你的身体，我再拔出来，你又死了。A Q A A 还来是吧？哇六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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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来是吧？再来的话就对不起了啊！哦，你是干过汽车销售是吧？对啊，还卖过房。还卖过房啊？那后来怎么不卖了呢？后面就那一年那个房地产不怎么景气嘛，然后我就没做了。然后后面就是我觉得其实工作啊还是要找自己就是感兴趣喜欢的，确实，然后对吧，这样子你才能做长久，确实。所以就是女人都爱美嘛，然后我觉得自己也挺喜欢美容这块的，然后就想说朋友一起合开一下什么的。那你厉害啊，你干销售的能赚十几万，厉害啊。这做销售十几万真的很差了。这还差？那你还，我操，十几万还差？不会吧？那你为什么不干呀？那有这么多的钱，我哪怕再苦再累，我也干呢。不是十几万，他也不是进入你的身体呀。也不是年收入十几万，就存的话就存了两年吧。存两年十几万，那可以了。厉害，也很厉害。卖增高鞋垫可以赚多少钱？卖增高鞋垫啊，还好吧，一个月100多万吧。啊，100多万是100多万还是什么？100多万，月入百万呢？你从哪个组里借进货？我们搞批发的呀，我们搞批发的。我学金融管理的呀，我不跟你说了吗？对于这种做生意还是比较。老板，你看我这个人有没有这个天赋，有没有这个资质？你呀、啊。你有啥资质啊？我都不知道你，我就看了一张脸，你有啥资质？不是一般招人不是看履历的吗？就一般做过销售、卖车、卖房的，还挺受欢迎的。我觉得你这个样的挺适合当那个带货主播的，到时候我那个增高鞋垫想要带货，可以请你带货啥的，都没问题。带货。真的假的啊？那肯定啊。可以啊。可以啊。淘宝带货吗？还是什么？哎呀，带货都可以啊。没事，打完这把给我发一张你的全身照片，因为到时候你如果真的要带的话，你要穿进去嘛，要露出腿。你给我发你的全身，让我看看你的整体形象怎么样。如果我是顾客，我会不会买？那你意思就？我给你发完照片，你觉得还可以，你就可以跟我签合同了。那不会啊，那只是初步了解一下。这样的是吗？满血不回家又浪了。你还敢 Q 过来？我进入你的身体，我又出来了。我 A Q， 我 A， 我 W 又死了。我 Q， 我另眼不一开，我 A 提亚马特，我 Q， 我 W。我 Q， 少侠请留步，你想跑？稳了，稳了，稳了。你有我凯隐在，你还想跑你？哎，
老板这么厉害就稳了呀？还可以吧，这就厉害了，不会吧？什么叫一次不死？不是，你说这还初步了解，就看照片还初步了解，你不会该是看完照片然后又觉得说就没通过，然后怎么样？我得看一个照片吧。看看照片，到时候以后也可以经常点点你，支持你的生意啊，可以。我说好像也有点道理，是不是？长得好看，我到时候推荐我的顾客们来点我，是吧？进入你的身体。妄想，哇，又双杀。上当了，上当了，上什么当 ？AAQC， 哎呦，血！哎，替我挡一下。WQ 位移，怎么说？20/20，漂亮漂亮，怎么说？我哎，可以啊，哎，浪啊！老板你真萌，老板你真萌。我复活甲他没有了呀，我拿个蓝。别急啊，毛巾怎么这么点心？他们应该你滚进去。那我也溜了，回家住。哎，好像钱不够。这个不讲话了，这个人，这个我可以杀他，救你的身体，出来了，溜了，等一下，看好了，别眨眼啊！来了，看看啊！别怕，别怕，不用怕的。哎，我吸血你都没，还过来？哎呀，还来啊！我来了。哦。牛批牛批！我吸的你还没我打的多你。吸吸吸！我的血又满了呀！讲道理，我又来了呀，老弟呀，我又来了呀，这男枪都0/11了，我吐了，太惨，我操，有大吗？哎，我应该进入他的身体，我觉得我要得来个清雨，5000多块钱，黑切，清雨，哎呀。漂亮，黑切来一个，再来个青雨，再来个愤怒和气。我已经神装了，小姐姐。老板好强啊！兄弟们，哇，你这魔教中人何在？扣个一，我看一下。你都18级了，我才13级。大家记得给这个比心小姐姐关注一下啊，给她干到5000好不好？咱们老板，你有没有喜欢的人啊？要求不高，5000可不可以？算主播求求你了。不理我。你是不是我最疼爱的人？给这个比心小姐姐干到5000，等一下给兄弟们要点凉快的照片，看一下能不能也要一下。在呢，小姐姐。怎么了？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？你为什么不说话？不是你都不认识我，你跟每个老板都这么聊天吗？啊？没有啊，一听到你声音，我觉得你声音有点低沉，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。低沉？对啊，就很有磁性啊。低沉可带羞了。就很有磁性啊，说话很有感觉啊。你有没有喜欢的人啊？我喜欢一个人。你
如果说现实生活中碰到我这样的女孩子，你会不会喜欢我啊？现实当中，现实当中我应该不，我基本上不碰到女孩子，亏了。你单身多久了？少侠，请留步啊！等我来一波虐拳。别推，怎样？没推。哎呦，操！哎呦呦，推了吧，推了吧，推了。九个地龙，哇，这一波很惊险，很刺激。嗯。哦，我还推塔吧，我操！没了没了没了啊！我很惊险，很刺激，很刺激。哎呦，不是很到位啊，小野。推不了，血还太多了，一下人来那么多，早知道我就不打那个，不帮那个 AD 去打了。兄弟们，给这个小野干到5000，好吧？你单身多久了，老板？干到5000，今天必须要给你们整个绝活。嗯，又不说话。小野打完这把，能不能给我发张凉快的照片？凉快的照片？对，凉快一点。嗯，我想一想，我看看我手机里有没有。手机一般，小姐姐不会拍那个凉快的照片吗？嗯。小短裙可以吗？小短裙那就太棒了。等这把结束啊。可以，小爷这么贴心。哎，我偷偷给你看，你不要给别人看啊。我怎么会给别人看呢？那就好了。哎呀，人呢？确定吗？你死了呀？我吸血。哎呀，我没来得及。这谁的伤害这么高啊？蜘蛛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输出？哇！伊泽瑞尔死了吗？不会吧？没了，他死了。就是我这为什么这个蜘蛛可以咬我2100滴血？我靠，我没看懂。嗯。对面男枪黑夜遮住了我的眼啊，啥都看不见。可以，兄弟们，我不是吃独食的人，我必须要给大家一起分享一下。所以说，兄弟们，我把你当兄弟，你把我当不当兄弟？兄弟们，魔教中人何在？速速去比心 APP。搜索这个小姐姐的 ID， 关注一下。又去喝水了吗？又可怕。357566167，好吧。好话不说第二遍啊，兄弟们。没有呢，我喝水去了。我刚刚还说你喝水去了。这蜘蛛为什么伤害这么高啊？11个头的蜘蛛，我好歹18级了，它才14级，为什么它可以咬我这么疼？蜘蛛都有毒吧，所以要下它的。你说想要它的香水味，来了老弟，看好了，别眨眼啊！就这个小蜘蛛，你说真皮。但是为什么这个人可以这么肉？为什么会有我一个？我一个那个半血，30个，我给你个奖励。杀了30个，给个奖励，好，确定吗？对，30个是吧？可以吗？好。啊，就别人都没看过的私房照可以吗？哎，29不45入应该30了吧？啊。嗯。你的比心 ID 多少？你的比心 ID 多少？我必须要关注一下。比心 ID 我又忘了，357566167是吧？对，357566167。好，35756。Okay, 兄弟们还差2000个关注啊！魔教中人何在？好，29个，35就相当于3个吧。只需要2000个关注就够了啊！给这小野。等一下。
好，发我瞅瞅看了，瞅一眼。是什么那种很刺激的照片吗？嗯，看看一下，给你发。好，兄弟们，我不是吃毒食的人，我希望你们也不要吃毒食啊！给这个比心小姐姐关注一下，怎么样？现在有3100了，马上5000了啊！好，现在3500了，很快，兄弟们。很快，看一下，35756617啊，35756617，好吧，嗯，35756，必须要给他到位了啊！你接收一下，我接收一下，好。啊！我靠，你这个图片合集啊，你这个啊！我这不想说我喜欢的样子，不是你喜欢的样子我都有嘛，对不对？小姐，你要这么搞的话，我必须要给你买点粉丝了。啊，你要给我买粉吗？其实，哎，这种别的粉丝有没有我也无所谓，就重点想特别想要你的关注。真的吗？就你关注我就好了。好，我必须要关注你一下，嗯，这小姐姐最喜欢那种，嗯，这种抵抗不了。可以啊，必须啊，必须要看到位，嗯，兄弟们，这么实在的小姐姐你不关注一下还在等什么？已经4000的关注了，兄弟们你还没有动起来吗？懂不懂？直播嘛就要互动一下，对吧？拿出手机动一动，不然的话你光看没有体验感有什么意义呢？是吧？那你看录像去吧，对不对？人呢？为什么要看直播呢？就要互动一下，打开比心 APP 给这个比心小姐关注一下，不少什么吧，是不是？快乐的同时还多了一份选择。干什么？就我在那，小姐，我刚才喝水去了，等下我看一下。嗯，还有一张，还有一张凉快一点的照片。哎，凉快。老板是这样的人吗？啊。嗯，那就发一张夏天一点的照片。老板是这样的人吗？老板，嗯，不是吧？老板就是这样的人，发吧。嗯，先瞅一眼哦。嗯，小姐长得还挺漂亮的，有一种那种网红的感觉。你这个还凉快，你这个有啥凉快的？这还不凉快，都有水了还不凉快吗？你这个也凉快啥？你这个我去那个水上乐园一看一大把呀，你这个，嗯，哎呀，那哎，他们跟我就比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你觉得都一样吗？你这都一样吗？差不多呀，那不然呢？啊，有差不多吗？那不是差不多，那还差很多呀，啊！兄弟们还差1000个啊！喜欢吗？兄弟们动动你们性感的小手，人呢？各位哥哥姐姐，关注一下，可不可以？兄弟们。就现在找5000，喝八杯水，你这喝八壶水呗，都费劲，不是吧？小爷，我摊牌了。啊？其实我是一个主播。啊？你主播？对，刚才一开始我口误，实际上我是那种直播习惯口误了。其实我是一名主播。你主播真的假的？你有几个粉丝？几个粉丝？对呀，啊，别还没我多吧？不到一个亿，没几个人吧？不到一个亿，不到一个亿，那我也是不到一个亿啊！你也不到一个亿，你多少粉丝啊？啊，就你这牌的，我叫你给我发点全身照，你怎么也没给我发全身照呢？啊，全身照有呀，
有吗？刚没看到吗？嗯，我直播间谁有说就这？啊，就这？对，就这。就这？你这个最后一张凉快的照片，这不是全身照吗？你这个，我靠！你这个照片，我那我还不是百度一下呢？嗯，百度一下？那百度那不是真人，那我是真人，我是活生生的人。你给我发张那个得劲一点的，这个。嗯，泳照没看到吗？这个我都觉得索然无味，他们更不在话下了，懂吗？重新给我发一张，可以吧？我让我直播间的水友关注一下你，可以吧？行不行？我让我直播间的水友关注一下，兄弟们，以表咱们的诚意，请大家打开比心 APP， 357566167，给这个比心小姐姐关注一下，可以吧？以表一下我们诚意，我们诚意已经到了，不知小姐的诚意怎么样？我给你发泳照，这个就挺好看的，我就喜欢你这种第二张的，看起来干干净净的，对吧？你所有的照片里面，我最喜欢的照片就是个第二张和第三张这种。看起来很你是很干净。我怎么感觉，哇！哎，我比心怎么好多消息啊？哎，你真的是主播？我真是主播。你是谁啊？你在哪里直播啊？我来看看你啊。我是谁？啊、我的男人这么厉害吗？你是谁啊？你可以看私信啊，他们有私信你吗？什么魔教中人前来围观？魔教大军？魔教大军是什么？魔教大军是什么？你居然不知道魔教大军？可以，看来你网络白玩了。讲道理。你在哪里直播？我看看你、啊。我在哪里？你百度搜索一下魔教中人，就可以搜索到我了。魔教中人，魔教中人，我搜一下。对，魔教，百度搜索魔教中人，对，没错，还是相当到位的啊。智勋是吗？对，没错，就是在下。那你在哪个平台啊？我在哪个平台？你再百度一下智勋。看能搜索到什么？智勋啊！哎呀，我上直播了吗？你上直播了，对，没错，你上直播了。看看啊！我看到我自己了，我天哪！你看到自己是什么感觉？嗯，不，这有延迟。有延迟吗？不会吧？不是吧？看到，看到了，怎么样？有没有发现？有没有发现这位主播长得还可以？嗯，就那，哎呦，我好激动啊！就偷点你的粉丝，就喜欢我的就可以比心找我来玩。找你来玩，你不给我发张照片啊？我发那么多，而且不是说了不要给别人看这种泳照吗？哎、还给那么多人看。我不是那种吃独食的人呢，小姨，懂吗？那你说你是我的心上人，还算数吗？那肯定是不算数的呀，小姨。好吧，小姨，小姨，这个照片不在于多，在于精，能不能再给我精发一张，怎么样？嗯，金发一张，对对，金发一张。兄弟们，给这个小姐姐关注一下，打开你的比心 APP， 关注我，爱你们。嗯，我给你发个视频吧，好吧，就有点乱，就视频那是太棒了，来，就视频是什么？什么很乱？就。啊也没有裁剪过，就随便自拍拍一个视频，可以吗？
可以啊，没问题，我瞅一眼。你为什么一开始有视频不给我发一下呢？嗯，就有视频，就其实视频跟照片差不多啦。差不多，那视频能动呢？对，那难养啊。哎呦。哦，这是你啊。对。嗯。嗯，挺好。这个、一边看一边嗯，挺好的，挺好的。我给兄弟们看一下吧，给兄弟们看一下。我到位了，你呢？可以的，可以，相当的漂亮。小姐长得还挺好看的啊，有一说一，眼睛，特别是你的眼睛非常漂亮，但是你的嘴巴感觉有点那种香肠嘴。啊，不是啊，我戴牙套啊。你戴哦，你戴牙套，你为什么要戴牙套呢？啊？因为就是想要牙齿整齐一点啊，就现在欧美不是都流行那种牙齿整齐然后很白的吗？哦、然后我就也想整齐一点，好看点吧，对不对？哦哦，懂你意思了。那行吧，那兄弟们，大家喜欢这个比心小姐，关注一下，好吧？行。那谢谢大家，谢谢志勋，谢谢大家。那就这样吧，好吧？嗯，好，拜拜。拜拜。